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今天是8月25日的英文新闻。哦，这个其实是昨天的新闻了，但这个还蛮大，跟大家报告一下。好，mercenary leader Yevgeny Prigozhin, who led a brief armed rebellion against the Russian military earlier this year, was aboard a plane that crashed north of Moscow on Wednesday, killing all 10 people on board. According to Russia's Civil Aviation Agency，好，这是 NPR 的新闻。那 mercenary 就是佣兵，好，佣兵的领导者、领袖，好，这个叫做他名字好难念，是俄罗斯文，叶夫根尼·普里洛格洛，格金，好，大家知道就好了。就是这个人，这个之前就是杰西一讲，你有看杰西新闻？在稍早今年的时候，他就带领他那个佣兵部队在帮普丁跟那个乌克兰作战。可是打一打之后呢，他就开始讲说那个俄罗斯的军方啊不给他弹药啊，然后就很生气，然后就从那个俄罗斯的南部下面就说要去推翻普丁。结果呢，走到一半的时候，后来就突然就停了。然后呢，就被普丁赶出去，就说不，你好，我饶了你，然后你就到别的，你就到白俄罗斯去好了。然后呢，发生什么事呢？坠机了。好，来，我们先把它看完。然后，所以这边是刚刚介绍一下，哎，这个人，那我们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所以这个是 非限定的形容词子句。好，who 就这个人，led a brief armed rebellion。刚刚是讲过了，然后今年的时候稍早就带领一个叛变，对不对？好，was aboard a plane。aboard 的话就是在飞机上，在交通工具上。他在飞机上，在哪一架飞机上呢？这边是一个形容词子句，that crashed north of Moscow on Wednesday，在礼拜三那一天呢，在莫斯科的北方，好坠机了。好，killing all 10 people。好，坠机这个事情呢。就导致十个人死掉，好，十个在机上通通都死掉了。好，根据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民航机的机构，好，民航局的意思吧。好，所以呢，这个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事情？你敢去想要推翻普丁，而且你又没有把他做成功，就是不想活了。所以昨天呢，美国的总统叫谁呀？美国总统拜登就说啊。这个事情什么？他没有很明指，他说，俄罗斯发生什么事情，一定通通都跟普丁有关。对，然后普丁呢，在24小时后之后打破沉默了。Vladimir Putin has broken his silence over, Yevgeny Prigozhin's reported death some 24 hours after the Wagner chief's private jet crashed。好，这个普丁呢，主持动词呢就。Has broken，现在完成。好，打破了什么呢？他的沉默，his silence。好，哪一方面的沉默？承诺、沉默、沉默、承诺差很多的。好，就关于这个人好的死亡，reported death，他的死亡。好，在24小时后才讲话。好，after 后面是一个副词子句，在这个好，他带领这个佣兵集团叫做瓦格纳好的首领好领袖的这个 private jet。好，私人的飞机呢，失事了，crashed。好，大家都说这个一定是普丁的阴谋，对不对？他派人，然后就怎么样，就是一定是动手脚啊，还是有的说用那个 missile，叫什么飞弹，把他的那个私人飞机打下来这样子。然后他在上面，其他9个都是陪葬的这样子。好，Russia's president said the head of the mercenary group was a talented person who made serious mistakes in life。好，所以他讲这个话暗示了什么呢？这个总统，好，他就说了，哈，俄罗斯的总统说了什么事情呢？好，这个佣兵集团的首脑，就首领，就是刚刚那个人。好，过去是因为死掉了。Was a talented person，啊，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呢。好，但是呢，who 后面这是一个形容词子句，才华人很多啊。那他是怎么样？Who made serious mistakes in life？但他生命中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觉得他很想的是致命的错误，犯了致命的错误，就是想要推翻他。然后当然就是被他谋杀掉了啊。好，Mr. Pudding also sent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all 10 people,
said to be on board a plane that went down northwest of Moscow on Wednesday evening. 这 BBC 的新闻呢，普丁先生呢也献上哀意，哈 ，send condolences， 好给谁呢？给这个所有十个人在飞机上的。好，这个十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据说在飞机上的人，好 ，said to be on board 这样子。好 ，who were said to be on board， 这是我比较少看到这样用法。好 ，the plane， 好，那这个飞机跟刚刚一样，这是形容词子句。那么多台飞机，哪一台在莫斯科礼拜三傍晚好坠机的那一台？这样子，好，最新的，这是今天下午做最新的，这今天最新的又出来了。好，那个 BBC 那个谁啊，普丁的发言人就跑出来说了啊，说什么俄罗斯啊要给命令啊，说要杀了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啊是完全的谎言，这是根本就是那种 spy novel 那种间谍小说里面的，所以我们讲什么说是事实比小说是更离奇的。好啊，这个大家看到，只要还没看到那一篇的话，就是有杰西有做了一个 mark shot， 他的这个犯罪大头照，好，就是川普的犯罪大头照已经对就发布了这样子。好，来，我们再看一次吧，这两个再看过一次，然后再看单字。Mercenary leader， Yevgeny Prigozhin， who led a brief armed rebellion against the Russian military earlier this year， was aboard a plane that crashed north of Moscow on Wednesday， killing all 10 people on board， according to Russia's civil aviation agency。 好，这个字莫斯科可以念 Moscow 或 Moscow 都有人念。好 ，mercenary 就是佣兵。好 ，rebellion 就是叛乱的意思。好 ，aboard 就是在交通工具上，任何一种船啊、飞机啊，这些都是 crash 是动词，坠毁。好 ，aviation 就是航空飞行有相关的。好 ，Vladimir Putin has broken his silence over Yevgeny Prigozhin's reported death。Some 24 hours after the Wagner chief's private jet crashed, Russia's president said that the head of the mercenary group was a talented person who made serious mistakes in life. Mr. Putin also sent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all 10 people said to be on board the plane that went down northwest of Moscow on Wednesday evening. 好，这边单词，今天单词这边比较多。第二啊 ，silence 沉默。好 ，chief 的话是首领。好 ，condolence 这个可以记下，这是在这种事件常看到，就是哀悼、哀意这样子。好的，今天有其实有做两个新闻，都不是很长。好，希望大家喜欢。然后再来是周末了，可能会稍微休息一下，好做做一些有的没的。好的，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我们下次见了，谢谢，拜拜。